所向无敌的液压机一直都很厉害，让他和世界上最硬的玻璃对杠，这家伙也没在怕的，甚至还将人家给压得爆碎，不借助外界任何的力量就能如此强悍，你说这液压机是有多么的牛十三。可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小老外们才一直对他们爱不释手。那把液压机玩得溜到飞起的他们，居然把液压机给加热到1000摄氏度，随后就把一块金属夹放在下面，液压机启动后径直朝着金属夹过去了，感受到高温的金属夹立马就被液压机给造成了一滩液体，甚至还把钻头按到液压机上，紧接着又把1000张扑克牌放在下面，开关一按，钻头就下降，随后就出现了精彩的一幕，扑克牌被钻头一分为二，然后向四处不断的飞出。我了个去，这威力这效果简直太强了！感受到钻头液压机的快乐后，小老外紧接着又找了一个秤砣，没错，200吨的钻头是否可以穿透秤砣？秤砣安排好，启动开关，钻头气势汹汹朝着秤砣走去，随后猛地一钻，秤砣就断裂了。抓准时机，再使劲一用力，轰轰，秤砣直接碎成了5、6、7、8半。没有附加技能前的液压机是王者，这升级后的液压机简直是钻石王者。视频素材来源网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